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五，龙屁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哈。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眼睛微张，上下眼皮轻轻地碰触，睫毛轻轻的相处，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地闭起来，然后我们就舒舒服服地坐，也就是说怎么坐都可以，只要自己感觉坐下去了，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痹麻痛，所以哪位想单盘我们就单盘。所谓的单盘就是把右脚盘放在左脚上，这个是单盘。哪位想散盘，散盘就是把两只脚平平的放在地上，或者有的人想坐在椅子上，或者想靠背，也都可以哈。我们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就可以，然后如果我们坐到一段时间，自己感觉有酸酸麻麻的感觉出现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调，没有关系哈。现在我们都没有跟任何人比较，我们正在休息，正在把身心放轻松，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我们来观察看看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可以不用忍啊，当我们知道了就把它放轻松，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没有完全放轻松的话，当我们静坐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来执着，
这个身体的酸痛，所以我们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观察，来调整身体啊，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我们没有皱着眉头打坐哈。哪一位习惯一旦闭上眼睛就皱着眉头的话，当我们知道了，就调一调，把它放轻松。鼻子、嘴巴、牙齿，直到我们脸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我们现在就来微笑一下，让我们脸上的肌肉更加轻松。然后我们来观察颈部，哪一位正在低头静坐的话，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调一调啊。因为如果我们一直低头静坐的话，这样会让我们容易失去觉知，容易打瞌睡，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哈。两侧肩膀，两侧肩膀，我们就观察一下，有没有在无意中提高上来。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调一调，把它放轻松。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太直的话会让我们背部感到紧绷不舒服，但是如果太松的话，也会让我们容易昏沉，会让我们容易打瞌睡。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哈，也就是我们会感觉身体都放轻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维持觉知正念，腰部也放松，两
zhi jiao da tui xiao tui zhi dao wo men zhi zhi jiao zhi tou do wan quan feng jing song quan shen do feng jing song quan shen do gan dao sabai sabai de ran hao men lai shen wu xi เลียงซานเซียจึงเจียวว่ามันจริงทรงชูโฟกันว่ามันไหลโยเซนโยชามตะสีชีรันโฮใจมันมันตะทูชี深呼吸会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感到更轻松、更舒服。而且，如果哪一位现在感觉好像快要昏沉的话，深呼吸也会有帮助哈。我们来试试看，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身体的上半身就会稍微膨胀。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可以排出来。全部都可以排出来哈，所以我们现在体内都没有什么重重紧紧的感觉了。现在身体感到放轻松，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感觉好像正在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坐在这里，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所以我们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感觉啊，现在可以把所有的负担，一切的关爱，全部暂时放下。我们现在可以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开。完全隔开啊，我们就趁着这个时间
把所有的念头全部都放下来。当我们懂得放下，自然而然我们可以感到放轻松。从放下，身体可以感到 放轻松。现在身体放松，心中放下，感到สบาย的。然后我们就宁静定在手佛殿那里，那里感觉把心安放在那里的时候，没有勉强的感觉，而感觉把心放在这里，多久都没有关系。我们满意，这样就可以哦。所以现在我们都没有什么期望，要看到什么，要有什么好的感觉。现在我们都不管了，我们只满意能够这样活在当下。能够这样休息，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然后我们就宁静，定在手佛殿那里。我们可以轻轻柔柔地默念สัมมาอรหังตะสัมอินใจโสโฟเตียนนาลีมัวเนียนตะสิโฮกันเจสิหันชิงหันรอจีฮูโตไมโยสัมมายมลีมันมันมัวเนียนฮะสัมมาอรหังสัมมาอรหังสัมมาอรหังเราไม่ได้สิ้นจะเลียนชื่อแต่หนิงจริงสบายอีกะสัมมาอรหังเจจะลิ่งไว้อีกะสัมมาอรหังเราเสื่อชินทรงโชโฟแต่กันเจฮะ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มั่วเนียนนามะเจจะเจ้าชินตาเจก็จะเลี่ยนสีอีเชียฮะ
สัมมาอะระหังสัมมาอะระหังเจ้าเจ้ามันชิไลฟ้าเธอไปสิ้นแก่อิเชจงสังว่ามันจะยาวชิงชิงแต่ต้องเมียนว่ามันแต่สิ้นสิ้นเธอร้านร้านจะห้อยมันมันแต่ขัวจางขัวตาหนึ่งก็ลงเจ้าจะว่ามันเจอจีแต่ฉันทีใจขัวจางขัวตาหนึ่งก็ลงเจ้าจะว่ามันจังกระเจียทิ้งใจขัวตาเต้าเฉียนซื่อเจียจังกระอือเจ้าหูชู้หูเลี่ยงตาอือจ้องเราทั้งหมดมันจะไว้一切众生发愿那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然后我们就发愿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啊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终身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能够当自己与他人的善结社结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才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普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จันแล้วไหนไหนเติ้งเติ้งอันเกินมันหูมันเย็บป่าจินเทียนสัวสิวตะกงเตอร์หุยเชี่ยมเทวมันลี่ใต้จูเซียนอีจีกัวชื่อแต่ชินจีเพิ่งโยมันหูเจียเจอเจ้าสิงตาเจียเกอเจอ发为善的愿啊，
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ร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ะระ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กั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ะโสสัพพะ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โตเตชิงตาเจียอีจุยฟ้าสีตะสินผู้เสียงสุยสีกงเตสาธุ如果谁患癌症啊，通常会感到很痛苦啊，不只是自己痛苦啊，来照顾他的人也会感到痛苦。但是就跟巴尼有婆姨不一样啊，今天我屁有啊听。ปราณีโยโภอีเดอร์ผงโยะทาไลฟ์เฟินเสียง就是他照顾ปราณีโยโภอี的经验啊他发现他去医院的时候看到ปราณีโยโภอี啊ปราณีโยโภอี都没有表现出什么痛苦就一直在微笑然后感觉好像自己没有生什么病啊，然后呢，如果通常谁患癌症，可能就会大叫说我不行了，我这里痛，我那里痛，甚至于很严重，可能会说我要早一点离开人世间了，我想快一点死，可能会这样讲哦。但是ปราณีโยโภอี没有这样讲那他讲什么呢他跟他的朋友讲说现在我的肚子里面有很多佛像啊佛像很亮很亮我很快乐哦要怎么做才是这样啊才会这样讲出来啊表示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不把那个病床当作一个躺着等死的地方，但是他把病床啊当作自己修行静坐，把它当作修功德的地方，所以。หลวงพ่อใช้ให้ป่าจากคาตะเกอร์อันเย็นจิ้วเนี่ยเจียงตะหันซี่ซิว่างบอมันขั้นเต้าโอ้原来他所做的那当往生后呢我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我们继续听啊跟研究哎昨天讲到他自己呢感觉诶我本来以为自己只是团体里面的一个小光点而已但是没想到往生之后呢会有这么多天人来赞扬我来随喜功德然后呢当他想到这里他就想说现在应该要去哪里就想去舍利塔那里就是大法身塔去绕佛塔然后就在那里静坐其实他自己呢也曾经听过个案研究很多个案研究就是说往生的人他就会来到这个大法身塔的这里来绕塔来静坐不过这一次呢他的功德就是让他的心感觉自己想来这里
然后呢，当到了这个大法身塔这里，就来静坐。然后你看哦，他静坐的时候，心越静越定哦，光芒越来越大哦。然后刚好他去到大法身塔的那个时候哦，是啊，我们正在举办礼敬佛塔的仪式。刚好那个时候他的朋友啊帮他修功德，然后呢那里的司仪就把他的名字念出来，他刚好也听到哦，所以呢让他更法喜，而且可以连续的意念到这个他供养100多尊佛像的功德哦。然后他去哪里，晚上的时候他很想去见到某某长老，某某长老那个时候某某长老正在开示他就坐在这里，然后就顶礼某某长老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听法。那个时候有新的有三个感觉产生在他的心里面。第一个就是感恩，感恩长老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修功德怎么修，怎么静坐，而且告诉他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才会有他的今天，很感恩长老。第二个就是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他的生命太短了，他还想修更多的功德，但现在没办法了，很可惜。第三个就是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长老讲他的个案研究想听自己的个案研究然后呢当他听完开示之后他就回到舍利塔那里然后继续打坐。没想到长老以内在的法身去找他然后呢当他看到法身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向法身顶礼然后呢法身就给他开示说，现在虽然大部分的淫业你可以从这个淫业脱离出来了，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曾经做其他的淫业，不要放逸也就像我们用什么器皿来装水然后我们把它倒掉虽然看起来好像水都流下来了，都没有流在器皿里面了，但是实际上还有小部分一滴一滴的小的那个水粘着那个器皿就是那样子的感觉所以不要放逸，就跟新的天人讲说要继续静坐，不要放逸新天人就答应说他会照着这个法身的话去做的因为现在身体都没有什么痛苦了嘛，现在都可以尽量静坐就不会放逸。然后呢新天人他也会感恩，感恩谁呢？感恩跟他一起修波罗蜜的法师，就是在帕那瓦那里还有那些善知识跟感恩他们一起修功德波罗蜜，也感恩他们他生病的时候也来照顾他而且还有什么要转告给他们呢，他就说
请他们呢，积极的修功德波罗蜜，以生命为赌注，修功德波罗蜜。而且修功德波罗蜜的时候，不要有借口，不要有任何条件，就像谁，像他一样他修功德波罗蜜都没有什么条件呢。团体给他什么任务，他就马上答应，OK，没问题，然后就去做然后呢，也跟他们说，修什么功德要尽量修，而且不能忽略静坐，因为静坐是非常重要的功德，可以当我们心里的依靠所以静坐很重要。也要珍惜我们的呼吸就把呼吸拿来善用在修功德波罗蜜，用来静坐，他那个时候心里面就一直意念到佛像意念到祖师老奶奶心发喜充满的。然后呢，等到参加丧事的时候，自己的丧事他看到、听到长老正在引导打坐，他就在那里也把心静定下来，跟着长老引导的声音静坐，然后呢，他发现心会特别静定，当他的心越静越定。光芒越来越大不只是在里面发亮但是这个亮也会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散发出来，散发出来了之后会怎样？时间又到了可惜，我们明天再继续哦。今晚呢，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明晚见。